来，我在这里先跟大家讲故事哈。哇，哦，他进来好了。来，这个哈，这一个故事，暗器的故事，暗器，大家跟着念一遍好了，暗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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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，这是大鼓腔的暗器哈。就话说，有一个大鼓讲大鼓腔的媳妇，啊，她就是嫁到四县讲四县腔的客家人家里面去。有一天，她的公公呢，就是跌倒了，然后全身都是伤。那客家媳妇她就是觉得，哎，怎么那个公公就是整天都在哀嚎，所以她为了安抚他，她就一直安抚他，就说，哎呦，暗器了。暗器了，好，那这个公公啊，他就是很生气，他明明就是客家媳妇，明明安抚他，他为什么很生气？他就那个公公就很生气，就给他客家媳妇扒了一巴掌。那客家媳妇就觉得莫名其妙，我明明在安抚你，你为什么打我？好，那原来是什么？讲的腔调不一样，会错意，懂意思吗？来，暗器喽，这是大鼓腔，那个四线腔，听到说暗器哦，暗器哦，暗器哦，是很有趣的意思。那他公公会不会觉得说，这个媳妇怎么说我痛得要死，你还说很有趣，那你是不是在折煞我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就是语言的东西，不同腔调有不同的意义。好，这个就是讲第一个故事，你会错意，所以我们在听话的时候，可能就是一再的要跟对方去确认是不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你们在做为民服务的时候，我们为民服务讲习是不是有说，我要确认对方是不是要办这个东西，有没有？您是不是要办这个？好，假设是的话，再继续以下的流程，对不对？有吧？好，好，来，再来，哦，这个，这一个另外一个故事，好，就是有一个阿伯去客家庄里面，他们都是住在客家庄，他去一个爷爷，就是比他年长的爷爷家里面。去要找他聊天，就是聊天泡茶之类的。然后他去的时候没有看到那个阿公，所以他就看到他的孙子，他就问他阿公呢，阿公呢，问他阿公呢，就是问他爷爷在哪里。然后那个孙子很简单的就回这位，就说这位走了，好，然后那个阿伯就觉得很紧张啊，什么时候走了？哦，他很紧张哦，他就那喜，就是什么时候的意思啊？那喜，哦，他很惊讶。然后那个孙子就说：“公公出去嘞，知道什么意思吗？公公出去嘞。”好，哦，我讲给大家听哈，哦，意思就是这样。他问那个孙子阿公，其实哈，在客家庄以在东势来讲，他不叫阿公，叫阿达，有没有跟着念？阿达，嘿，奶奶叫阿美，爷爷叫阿达，奶奶叫阿美，好，然后就是比较可能视线就会这样讲阿公，好，阿公，阿公美，就是爷爷在哪里？他说走了。这位，这位在客家人来讲的话，这位就是去世的意思，懂吗？就去世的意思。他想，奇怪，我前两天来看到，怎么那么快就走了，就离开人世了。他才问他说，那喜就是什么时候？他很惊讶，然后他就回答他说，公公去，因为那个小朋友就跟大家一样，可能只会听不会讲。他说公公。公公就是刚刚，他小孩子讲的意思就是刚刚出去了，结果公公就是这个公公就是人出殡的时候，有没有？
那个抬那个棺木叫做公就，所以他会成意思就是说已经抬出去了，那抬出去就是出殡了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这个就是阿公嘞，这位那是公公出殡嘞，好，这样会不会会注意？啊，这两个故事就是告诉大家，就是说有很多话，可能不同的语言会产生不同的效果，好，对不对？好，啊，那两个可能你们都听不懂，所以不好笑，对不对？好，对，好，好，再来。这两个字国语怎么说？谢谢。然后呢谁会讲这个大虎腔怎么说？来举手，谁会讲？应该常听到这些，来谁会讲？有讲真的快点，啊，照着念就好了，啊，有没有会讲的？那个动词那一页会听那一个叫什么名字？你说一下，那个麦克风按下去就好。你会说？楼赖。对，答对了，就是楼赖。好，我们给他一个掌声，好不好？先宣导一下我们的宣导品，有看过吧？这个不是饼干，也不是糖果，哈，这是香皂，哈，回去不要拿打开来吃哦。这吧，客家花布，好，所以是我特地去换的客家花布啊。老辣，大埔腔的老辣，好，我们通常就说啊，老辣，老辣。就是非常恭敬的感谢人家，好，这叫做老赖。然后这个，你不要跟着念了哈，下次有客家人来，你就什么都不用说，你就跟他说老赖，这样抽老赖，那这样他就会很高兴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来四线腔，这是大埔腔老赖，这个呢四线腔，安之岁。安之塞，他们有比较轻音，哎，安之塞，安之塞是线腔的哈。那海陆腔它是新蒙尼，新蒙尼，好。那台语也有落烂，怎么样？这大部分都是台语人会讲台语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台语人就是落烂，落烂，啊，说谢谢就是落烂嘛。啊，劳你的力，比较没有那种诚意，有没有？啰啦，然后我们大埔腔的客家人讲的就是啰啦，啊，就是感觉比较有诚意一点点，对不对？有没有？感觉得出来吗？啊，感觉不出来，好，没关系，好，好，记得哦，等一下有讲真答这几句，要不要再念一遍？我们再等一下来，啰啦，安之塞。新蒙尼，新蒙尼，罗拉，罗拉，哎，对，哦，等一下，这四题留起来，有讲真的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好，好，接着下来，我开始讲了。怎么又这样？好，来，你们在做为民服务的时候，可能简单的会讲到这几句。简单的会讲到这几句，我就带着大家念一下，好不好？记得也好，忘记也罢，哦，你就是遇到的时候，就是哎，我以前也听过这样子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先生看到男生啊，哦，在场很多帅哥，对不对？他们叫做“细阿哥”，细阿哥，对，哦，你出去等一下哟，细阿哥，好。然后这个呢，在场很多美女，对不对？就四阿妹，四阿妹，哎，四阿哥，四阿妹，四阿妹，哎，那我们的电话礼貌，或是在场现场的礼貌，也引导的时候都要讲到这个，你好，嗯，后，嗯，就是用鼻子发音，
好，按奏。刚才我一大早就跟大家说按奏，怎么样？就是按奏，很早的意思哈。然后这个坐呢，请坐，呛抽，呛抽。然后问他有什么需要为您服务的啊 ？You 有就是 you， 啊，什么就是 my guy，you my guy。嗨 ，I 需要就是 I， 好 ，I， 嗨 ，take 为就是 take 的意思，替代的替哈，就是 take， 这个刚才有讲过，对不对？鼻子发音，父母哎，父母该，好，都可以 ，you must guy I take 父母该，这个可能你太长了，这不要学好了。这个就用国语讲了，好不好？来的话就用国语讲。好，这四个字比较快，按救后母，就是最近好吗的意思。好，按救后母，嘿，好。然后这一句就是会寒吗？就是会冷吗？外面万一下雨啊或者什么，你就可以问他，或者是冬天你就问他。会寒吗？寒就是冷的意思哈。会寒吗？会念吗？像现在很热，对不对？你叫会念吗？念吗？啊，然后一定要加这个，请小心慢走，对不对？啊，请小心慢走，你就是按照呛抽。